大家都说我找了一个好老婆，年轻漂亮，身材好。虽然她比我大了六岁，但她保养的好，看上去似乎还要比我还小。老婆是个音乐老师，唱歌非常好听，也不知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练出来的。而我和她相比，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我是一个普通的盲人按摩师，长相普通，家境就更普通了。 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娶到她，那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了、啊。大家对此格外嫉妒，风凉话不绝于耳。可我还是感到委屈。我承认我老婆很优秀，但是她也给了我诺大的痛苦，让我觉得上辈子一定是伤尽天良，才会派她来惩罚我。我老婆叫白露，是我在按摩店上班时认识的。前几年。 我刚从大学毕业，噩耗悄然而至，眼睛被检查出短暂性失明，只能看见一米范围，还是很模糊的。为了治好眼睛，我跑了很多医院，最终无功而返。那时候看不见的痛苦，使我想要自杀。在家人的哀劝中，我挺了过来。为了生计，我进了按摩院，当了按摩师，在按摩店上了两个月。 就遇到了白露，第一次给她按摩，我很紧张，有时候不小心还会碰到她的隐私部位，为此我战战兢兢，害怕她投诉让我丢了工作。没想到她毫不生气，甜甜一笑和我说：“你大胆按，姐不怕你吃豆腐。”随即她就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肚脐眼上，我知道她是和我开玩笑，但内心还是狂跳。 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紧张，他的皮肤很嫩滑，摸起来格外舒服。就这样给他按了快一小时，我的手上全是汗。也许是他看我规矩，就常常点我，还会介绍朋友找我服务。这样的关系有了一个多月，我们算是很熟悉了。在这期间，我才得知，原来他是音乐老师，家里条件很好。在我的眼里， 当老师是很光荣的职业，很优秀了。一次，我们不知怎么就聊到了个人问题上面。小刘，你有女朋友了吗？被他突然的一问我，脸都红了，但还是脸红着说道：“哪里会有人喜欢我？谁说的？我就喜欢你。”他的话在我耳边响了良久，我愣住了，半晌我才缓过来。 向他说了我的故事，最后说我这样的人不配得到别人的喜欢。没想到他是认真的。后来他好几次和我说这个事情，在他的甜蜜攻势下，我投降了，我们走到了一起。他还说让我好好学手艺，等我出师了，就投资开一个店。他的话让我心里暖暖的，对生活有了新的动力。我们恋爱才过两个月。 他突然提出要结婚，我虽然也很激动，但还是说再等等，毕竟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太短了。但拗不过他，他直接带我去见了父母。在他家，我很不自在，因为自己残疾，就连说话时的语气都不是那么自信。有时我还会听到他们二老的叹气声，这也正常，毕竟谁也不愿意将女儿嫁给一个盲人。 我原本以为他们不会同意这件事，但结果让我意外，他们同意了。小刘，我们也知道你的情况，也不图你什么，只要你真心对我女儿，我们就满意了。答应我这个条件，房子就由我们来负责。这是白露父亲私下和我说的，我自然也同意了。从认识不到三个月，我们就结婚了，从没想到。 我也成了闪婚一族。婚礼那天，尽管我的眼睛看不见，还是感受到了现场幸福的气氛。我那时还幻想，等到把眼睛治好，家庭就更加完美了。然而，结婚后生活却让我措手不及。老婆不再是甜言蜜语，而是性情大变。我记得洞房那天晚上，闻着老婆的体香，我已经是欲火焚身了，恨不得马上吃了她。 与他大战三百回合，他却对我没有兴趣，自顾自玩着手机，还催促我马上睡觉。老婆，这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我们不做点有意义的事吗？我尽量讨好的说道。听了我的话，老婆说自己很累，又在一旁待了很久，她才上床。感觉她到了床上，我又忍不住了。 伸手到处乱摸，终于摸到了他的纤纤细手，没想到他却甩开了我的手。我以为他是害羞，就向他的方向猛的一扑，想要把他拿下。可是我没碰到老婆，脑袋却碰到墙壁上，让我痛苦不已。我还没出声，老婆却说话了：“你烦不烦啊？”老婆的语气像是生气了。我循声找到了老婆位置。 一把抱住他，嘴里安慰道：“对不起，让你不开心了。”睡觉。老婆冷冷说了两个字，就不再理我了。我僵在一旁，老婆的高冷让我的心凉了半截，也没了胡思乱想的心思。听到老婆传来沉睡的呼吸声，我却辗转难眠，想不出老婆为何会对我这样，只能自己安慰自己，可能是老婆还不适应。 过阵子就好了。可是后面我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第二天我就和老婆说想去度蜜月，这是他家里都同意了。但白露却对我说：“你又看不见，去了有什么用？还不如不花些钱。”老婆的话把我噎住了，一时间我不知道如何反驳，良久才回了一句：“可结婚哪里有不度蜜月的？” 听到这话，老婆来劲了。那你有钱吗？没钱充什么大尾巴狼？也不撒尿照照自己。老婆在一旁嘲讽道，他的话犹如刀子，一把把插进我的心窝。我的心情也跌落到了谷底。他说的也没错，我确实一无所有。可他的话实在是让我难以接受。既然看不上我，又为何和我结婚？ 难道这一切都是骗局？可骗我又能得到什么？一时间我头皮发麻，感觉脑袋像是要炸了。我将所有的怨气都喊了出来，这才算是好受一些。接下来他好几天没回家，摆明就是在躲着我。我受不了了，就和岳父提了这件事。岳父让我别多想，他会教训白露的。岳父出面。 白露态度又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还温柔的和我道歉，我几天的怒气就没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又想要和老婆开始造人计划，我以为一切都水到渠成了，可老婆像一滩死水躺在床上，任我如何挑逗也没有反应。我实在是憋不住了，问他什么意思，他利落的将我手甩在一边，说：“刘晓，我告诉你。” 我结婚只是为了完成家里的任务，想睡我门都没有。你要是再敢乱告状，有你好瞧！听完他的话，我人都傻了，不知道老婆究竟是什么意思。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个月，我们像合租一样在一间房子里生活着，老婆自己做自己的事情，把我当成了透明人。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就和他大吵了一架。 回了自己的家里，母亲宽慰我说：“夫妻都会吵吵闹闹的，我作为男人就该有担当一些。再者说了，白露是城里的孩子，有些娇生惯养也是正常的，让我哄哄她就好了。”我只能假装听从母亲的话，不想让她担心。从老家回到了新家，我们还是老样子。我其实还是对这段婚姻抱有希望的。 以为时间一长就能好些了，可是时间是过去了，妻子却没有任何改变，我也没了耐心。既然不想过，那我们就离婚吧。我终于向他说出了这句话，我以为他能马上同意，出乎意料的是，他拒绝了，还叫来了他的父亲。他又哭着向我认错，他说他不是不想要孩子。 只是现在为了挣钱，想再等几年，岳父却不干了，说今年一定要抱孙子。迫于岳父的压力，妻子点头同意了。不过妻子又说，这事情重大，要把身体养好了才行。我实在是搞不懂白露这是唱哪出，我以为他还是在敷衍，也就没放在心上。可是接下来的时间里， 他真的有了改变，没了以前的高冷，也不和我吵架了，但还是没让我碰他。他总是有一些理由让我无计可施。见到他的肚子一直没有变化，岳父又开始不满意了，常常打来电话催促。可能是岳父的电话起了作用，白露变得勤快起来。他主动为我熬了中药，说是调养身体，每天还给我炖些大补的汤。 让我有些感动，或许他真的愿意好好混日子了。我心里这样想着，可慢慢的，身体却不对劲了。我发现自己身体越来越差，小便时都会胀痛，想要的时候下面软趴趴的，这将我吓得不轻，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，又不好跟别人说，只能找时间上医院看看了。这天我下班回来，就听到卧室传来不和谐的声音。 轻点，轻点，我都被你弄疼了，老公。声音我很熟悉，正是白露的。她的喘息、叫喊声一遍又一遍传入我的脑中，疯狂刺激着我的神经。我很想冲进去，将他们的丑事公诸于众，但我害怕了，我不敢，我自卑，因为我卑微。我悄悄关上房门，出了家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流。 我一个人在公园里过了一夜，期间没有妻子的电话。早晨我被冻醒了，就打算回家收拾一下行李，打算离开这个让我失望的家。离开之时，刚好碰到回来的白露，他有些诧异的问我：“这是准备干嘛去啊？”我头也不回说道：“给你们腾地方啊！还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昨天干的好事。” 白露没有我想象的心虚，而是义正辞严的说道：“刘晓，你又发什么神经？一天疑神疑鬼的。昨天我和闺蜜在房间里找下刺激都不行哦。”我总觉得她的借口有些牵强，可当时又没进去抓现行，一时间没有反驳的话，成了哑巴。我本想硬气一回，没想到还是吃了败仗。她让我有事就说。 别偷偷摸摸的，他的意思，这倒是成了我的不是。一时间，我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踌躇之间，我的好奇心又上来了。既然妻子说话这么硬气，难道真的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？为了一探究竟，我决定留下来，为了调查妻子到底有没有外遇，我找人买了一支录音笔，放在床垫里。 又借口参加朋友聚会，离开了家，出了家。想到自己身体的事，就去了医院。等到结果出来，我才知道白露的狠毒。医生告诉我，我的身体正值壮年，按道理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的，除非是吃了什么东西导致的。我猛然想起之前妻子熬的中药，还以为他回头是岸了，没想到他是包藏祸心。可是。 我是真不明白，要在一起的是他，要结婚的也是他，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还有我提出离婚的时候，他还是十分不愿意的，恳求我不要离婚。从医院出来，我心里乱糟糟的，想找人来陪陪我，谈谈心。可我在这里是孤身一人，也没有熟人，得一个人去喝点吧。我自言自语。 一个人走进了一家饭馆，要了一盘小炒肉，一盘回锅肉，又要了三瓶啤酒，准备开吃。三碗酒下肚，饭店老板过来了：“怎么了，兄弟？一个人喝这么多，是不是有啥心事？”我刚开始没理他，就一个人喝着。老板却是个热心肠，他也拿来了一瓶酒，将酒倒入碗中，说道：“来，哥哥陪你。” 我端起酒碗与他碰了碰，又是三碗酒下肚，我的话匣子也打开了，便与他说了我最近发生的事情。大哥是过来人，就说我妻子肯定是外面有事，让我好好去查查。我点头答应，心里却没主意。这时酒劲上来了，就找了附近宾馆休息，在宾馆一待就是四天，心情很是低落。当我才回了家。 妻子却热情的嘘寒问暖，让我有些不适应。我强装镇定，没有和他说要汤的事，而是找了一个时间，将床下的录音笔取了出来。此时的我需要证据，和他吵架没有任何意义。我心里这样想着。可当我听到录音笔的内容时，我再也不镇定了。没想到电视剧里的狗血剧情会在我的身上上演。是的。 白露出轨了，她真的出轨了，但是她出轨的对象不是人，而是一堆塑料。我傻了，她喜欢的竟然是成人用品，我连这些东西都不如。也许岳父早就知道了这件事，所以他强迫我们要孩子，以此来证明他的女儿是正常的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他的催促就没有停过。现在想想，一切都正常了。这时。 老婆在客厅的电话响了，将我吓了一跳。他缓缓接起电话，又是敷衍的回答着问题，看样子又是岳父打来的。我都习以为常了。应付完后，白露又在小声嘟囔着什么，也听不清在说什么。我又凑了凑耳朵，才听清了最后一句：难道是他？我听完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他发现？ 我发现了他的秘密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可就完了。这个女魔鬼，我现在还惹不起。我踹踹不安的坐到了沙发上，却没见到老婆有任何反应，好像刚才打电话的事没发生一样，只是告诉我晚上有一个会议，就不在家吃饭了。至于他说的会议，我压根就不信，谁晚上开会啊？他出去干嘛？我也不得而知。 我以为他今天不会回来了，没想到我躺下没多久，他回来了，身上还带着浓浓的酒气。刚上床，他的手机又响了，他应该是以为我睡着了，就直接接起了电话。露露，你离开他吧，这么多年，我不是都为了你吗？只要你嫁我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听到这话，我人都懵了。 不是说老婆不喜欢男人吗？这又是那根葱。好在妻子对他也是高冷，随便应付了一下就挂断了。第二天妻子去上班了，留我一个人在家。我吃完午饭就想去午睡一下，没想到这几步路的功夫就摔倒了，缓了好一会儿我才振作起来，打车去了医院。经过检查，发现是之前大补药的副作用。 不知道能不能消除。听到这话，我顿感五雷轰顶。没想到喝这药要付出这么大的后果，算是丢了半条命。好啊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我做了最后决定，要白露为此付出代价。我先是准备一台微型摄像机，装在了天花板的灯上面，然后又借故离开了家一个星期，撑着这段时间出去散散心。 一个星期后，我准时回到了家里，家里还是老样子。老婆应该是上班去了，没有在家。我小心翼翼找来梯子，将摄像机取了下来，连接上笔记本。显示屏上的内容没让我失望，模模糊糊的画面又是妻子与玩具交流。想想也是可笑，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为了不让我碰她，竟然下药让我阳痿。 妻子傍晚回了家，就看到我脸色不对，忙问我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你好狠的心啊！既然不喜欢男人，又为什么和我结婚？为什么下药害我？我连珠炮似的逼问，让他哑火了，一时间愣在原地。好久，他才说道：“我是不喜欢你，但是谁说我不喜欢男人？是吗？” 那你看看屏幕，哪里面有男人吗？我用手一指屏幕，说道。他打开屏幕一看，脸都白了。你你无耻，竟然在家里装摄像头！我无耻，因为你熬的补药，我现在半条命都没了。医生说我最多能活一年。你说谁更狠？怎么可能？我炖的是阳痿的药。 又要不了性命，那副作用你知道吗？白露听完了我的话，再也没有了辩解的心思。他跪在我的旁边，哭泣着祈求我原谅他。我本来都想送他进公安局，又想把视频公诸于众，但见到他可怜的模样，还是心软了。这样吧，既然是你对不起我，让我原谅你，我就提两个条件。 一，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；二，把我身上所有的病治好。白露听完我的条件，马上点头答应了。他自己也完不成，就打电话让他父亲帮忙。岳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为了我也是忙前忙后，联系到了外地一所非常有名的医院。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，总算是把所有的病都治好了。 又养了半个月，身体才完全康复。这期间都是白露请了长假过来照顾我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眼睛治好以后魅力增加了，感觉他对我没那么厌恶了。我还在医院里和他有生理研究。几个月后，妻子检查了怀孕，岳父高兴极了，拉着我多喝了几杯。酒一上来，他才和我说道：“小刘啊，谢谢你。” 要是没有你，我怕是一辈子也抱不上孙子了。后来我才得知，妻子的病不是我治好的，而是我在的医院恰巧有一位心理医生，看出白露的不寻常，为她做了心理治疗，打开了白露恐惧男人的心结，才让白露成为了一个正常人。